嗨，我是佳佳，带你们看巡回中的沉浸式饭谷展，很推荐你们来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呢要来去参加一个饭谷的展览，出发。沉浸式的展览，一走进去展厅，正前方为服务中心，有贩售饭谷相关著名作品明信片，最是也有拼图。左手边为星空图画背景的咖啡厅，右手边有互动式饭谷 3D 立体的卧房。东西也都是真的，视觉、听觉、味觉全方位洗礼，真的很惊艳。来到饭谷著名的星空展，沉浸在月光闪亮带点昏暗的场景后，来到饭谷光影展。饭谷一生的画作采用投影的方式，更生动地展现给我们，同时搭配不同风格的西方古典音乐，非常具有感染力。从早期田园风光搭配轻快的节奏，而慢慢过渡到迷惘，最终枪毙自杀。360度的视觉效果，可以选好自己喜欢的座位，坐下来慢慢欣赏饭谷的一生。影片大约45分钟，也建议大家把这影片看完，会有很多感想哦。饭谷展要先在网站上买票，展览时间为202212月8号到20232月12号，每人64澳币。巡回饭谷展真的很推荐大家前往，一起沉浸在饭谷艺术的艺术改编中。来到这里有解说区、画廊、饭谷的卧室，还有沉浸式的向日葵室，以独特的视角体验作为艺术家的生活。雪梨相关景点也会放在其他影片记录。刚开始记录影片，如果喜欢佳佳的影片，别忘了订阅支持我哟，拜。